大家好，欢迎来到 BP 评科技，我是 BPW。 我们每年拿到最新的 iPhone， 我们都在期待什么呢？那不外乎就是它的新外观、它的效能、它的续航力以及它的相机嘛。对，那外观的部分我们其实已经可以不用太期待了。那除了效能以及续航之外，那最重要的功能其实就是相机了嘛。我们绝对不能浪费这个强大而且重要的功能嘛，不然的话就等于白买这台 iPhone 了。那不知道大家使用 iPhone 相机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三个很大的问题？首先，我们在录影的时候手很容易不稳，很容易很晃。那第二个是我在拍照过程当中会一直拍到自己的影子。那第三个问题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很有效率、很快速的去拍出一张照片。所以今天这部影片呢，我们就会带大家使用今年全新推出的 iPhone 16以及 iPhone 16 Pro， 然后我们会结合这次最新的功能 4K120 帧以及 Camera Control 还有其他新功能，然后我们来帮大家解决刚刚在拍照遇到这三大问题。那我们不需要很复杂的工具，我们只要用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带大家拍出非常稳定而且又没有阴影杂物的照片以及影片。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好，那首先呢，我就先来教大家如何拍出非常稳定的影片。对，那我们要拍出稳定影片呢，我们一定要善用今年全新推出的 4K120 帧的慢动作。俗话说一慢遮三晃嘛，所以你在慢动作就可以有非常稳定的表现。但是只有慢的话其实没有用，因为只有慢的话你影片还是没有办法展现它的质感嘛，所以其实最大的重点是运镜。所以我们这边教大家三个结合慢动作以及运镜，然后可以帮助你拍出非常稳定而且有质感的影片。那第一个方法的话叫做旋转并且靠近。对，因为旋转相对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动作嘛。首先是你旋转的过程当中它不会有一个剧烈的晃动，所以它画面不会像你走路的时候会突然有一个很用力的震动。那再来的话就是你旋转的过程当中你是使用双手去扶着手机嘛。对，所以你可以更增加在拍摄过程当中稳定度。那你最后呢再结合 4K120 帧的画面，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范例的影片，你看我们这样子缓慢的旋转的过程当中，其实整个画面结合慢动作之后它就变得非常有质感，很有这种平静平稳的感觉。对，那大家要记得就是除了旋转之外可以慢慢的靠近画面。对，那靠近之后你就觉得说哦，这个画面它是有在移动的，因为你如果单纯旋转的话它就稍微来的有点单调。好，那在第二个方法的话就是由上往下或是由后往前平移。那平移的概念其实跟旋转的概念非常接近，你都是使用两只手拿着手机，那你透过两只手然后固定的去伸展它，那你这样子就可以帮助镜头变得非常稳定嘛。对，那拍摄的诀窍就是你的手机务必要保持完全水平或是完全垂直，这样子你拍出来的画面它就会变得非常平整。那你很适合去用在一些直线明显的物体的画面，比如说我们要拍两台手机由上到下的方式运镜，那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平移的功能。对，那我们就可以很平整的完全在手机的正上方这样子运镜下去，然后再结合慢动作，看起来就会变得非常有质感。好，那大家听到这边一定觉得说，好，我就是不管旋转还是平移，我的手就是很抖，就是很容易晃到，那到底还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拍摄稳定呢？对，所以这边就要来教大家一个保证不会晃到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善用一个东西来支撑我们的手机，来达到我们手机的稳定。比如说我们可以直接将手机靠在桌上，然后我们沿着桌子的边缘去运镜。对，那我们已经有一个稳定的支点了，所以你看我们这样子运镜过来的画面它就会变得非常的平整。好，那除了使用桌子当支点之外呢，那你还可以善用你的手机壳。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合作厂商 Spigen 推出的 Ultra Hybrid S 的 Mega Fit 的手机壳，他们居然有自带支架的功能。对，那这个支架我们一般都觉得说诶，我们可以横放拿来看影片，或是只放拿来看 Reels 看短影片嘛。对，那它还有一个方法是它可以变成一个让你手机稳定的工具。我只需要把支架打开，然后做跟刚刚一样平移的动作，那你看我们这样子就可以让手机变得稳定，然后拍出各种专业的画面。对，而且重点是它这个支架是很好收纳，所以你只要把支架盖起来的时候它整个背盖就是完全平整的。对，它是一个非常完美而且非常好的手感。就比起一般市售的手机壳它们的支架是凸出来的，我觉得它这个完全平整的手感其实好的非常的多。而且你在边拍摄边使用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也不用担心手机没电不好充电，因为它背后就有 MagSafe 啊。所以你看比如说我手机用这个支架直立之后呢，我就没有办法直接插下面 USB-C 的洞口了嘛，所以会被卡到。那这时候使用 MagSafe 的话就完全不用担心这件事情。那除了这一款透明的款式之外呢，还有另一款叫做 Tough Armor MagFit。 那它的款式也是一样，它有一个横立的隐藏支架，然后再加上 MagSafe， 所以一样也可以拿来进行支架，然后或是我刚刚讲到的运镜。对，那它这个颜色的话我自己就比较喜欢。对，它不是完全透明很明显看到 MagSafe， 它是一个铜灰的外观，那它就是兼具质感以及保护的效果。对，那拍摄其实大家最注重的就是保护手机嘛。那如果你有时候去到户外拍摄的话，那其实非常推荐搭配
Spigen 他们这个有相机背盖的这个防晒保护壳，然后去搭配他们这个 Universal Set 的腕绳以及背绳组。那一样这个相机背盖的保护壳，它有支援 MagSafe 的无线充电，重点是它这个是可开关的这个镜头保护盖，然后再加上它气垫防摔的保护壳，然后重点是它的磨砂的纹理材质握起来也是非常舒服，所以我可以很好的去进行拍照，那也可以避免手机去摔落或是不小心掉下去的意外发生。那这个手机挂绳也非常厉害，它的五金是360度可旋转的，而且我可以非常快速，你看我就可以去调整我的手机挂绳的长度，对，那我不管是要挂在胸前或是直接变成侧背，用最快速的方式去调整到最合适的长度。好，那讲完刚刚运镜的教学之后，那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些更专业更好看的成品吧。那首先第一个范例的示范是旋转，对，那我发现旋转加上慢动作之后，你看整个画面它就变得非常有质感，而且你看我这个漂亮的画面一定要搭配上这个漂亮的手机壳，比如说像是Spigen 这个我非常喜欢的 Classic C1 MagFit iMac G3 纪念磁吸手机壳，对，身为果粉的我真的非常喜欢，你看它完全还原了1998年的 iMac G3。 那还有另一款你可以让你手机看起来像透视的视觉的，这一款叫做 Ultra Hybrid MagFit Z1。 那还有我们画面当中所呈现的，比如说经典的 Ultra Hybrid， 还有甚至是全透明的款式，对，所以你看你不管是拿在手上或是像我这样子直接作为拍摄的范例，其实都是非常的好看。好，那讲完第一个旋转的成品之后呢，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还可以拍出哪些精致的画面，比如说像是走路的过程，那么把画面一放慢之后，你看这整个走路的过程它看起来就会变得更加的稳重，然后刚好那天天气是有下雨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雨滴这样的缓缓的落在身体上面，所以整个画面其实就更有这种电影的感觉。比如说像甩头发这个画面，它原本是一个很仓促很快速的画面，那你看我们用慢动作之后就可以去展现这个头发然后它甩过去的质感。 4K120 还适合用在什么画面呢？比如说像是我们平常开车很快的车流画面，那我们就可以运用这个追焦的效果，然后在追焦的当下去把画面放慢，然后离开画面的时候再把它加速，画面看起来会非常有质感。那比如说像是大众运输工具也是可以，比如说捷运这些平常动得很快的东西，你都可以去把它结合慢动作以及运镜的效果。当然除了慢的质感之外，我们还要去运用它慢到快或是快到慢的这个变化嘛，对，那我们就可以运用到这次全新的调整速度的功能。那比如说我们由快转慢的这个场景的话，我们就可以运用在我们倒水的过程，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倒水很快，然后这样子慢慢的让它慢下来。那如果是由慢转快呢，那除了我刚刚讲的汽车的运镜呢，那比如说你跑步的起步，其实也可以用一个由慢转快的方式，然后让你的画面变得更有震撼力。对，那为什么我自己很喜欢用慢动作的原因，它其实就是一个以备不时之需嘛。对，你看比如说我们一般录30帧或是24帧，那你就没有办法调慢动作了，因为它就会变成一格一格一格的。对，那如果我把帧数拉高的时候，其实我就可以未来想要把它调慢的时候，我就可以随时调慢。对，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慢动作除了有质感之外，它也是一个以备不时之需的选项。好，那讲完第一个稳定的教学，大家学会了吗？接着第二个教学的话，我们要来教大家如何在拍照过程当中避免拍到自己的影子。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两组实物的照片，我们分别是用一倍镜、二倍镜、三倍镜以及五倍镜去拍摄的。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在一倍镜的时候，我们就非常容易拍到自己的影子？对，那这时候非常简单，我们其实要把镜头的倍率拉高，然后手往上抬之后，大家看到影子就不见了。因为我们越高倍镜的时候，我们的手会离我们的物体越远嘛，那也会离桌子越远，所以影子它相对来说就会变得更加发散。对，所以大家再也不用担心说，我不管是由上往下拍或是侧拍的时候，我的影子会卡到盘子啊，或是卡到什么东西。对，这时候你只要把你的手抬高一点就可以了。对，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这张五倍镜的照片，就是这个已经是我手举到最高的极限，我还是没有办法完整拍出一个盘子，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其实我个人非常喜欢三倍镜的原因。那今年其实就没有推出一个4800万或是1200万画素的三倍镜嘛，直接跳到了五倍镜，所以我觉得自己拍摄起来就小小的可惜。对，三倍镜的画质就来得没有这么好。对，那除了我们透过相机倍率去改变我们影子的范围之外呢，那我们还可以善用一个镜头叫做微距镜头。那今年 iPhone 16 Pro 它这个4800万画素的这个超广角镜头，然后搭配上微距镜头，那我们在足够的光源之下呢，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拍摄效果。那再加上我刚刚所讲 Spigen 手机壳，你看我们这样子运镜我们的 Apple Pencil 或是运镜我这一台 iPhone， 你看我们这样子运镜的过程当中，其实整个画面就是非常平稳，而且可以非常近距离的拍摄。对，但是前提就是光源要足够，才不会有一些噪点的产生。好，那这边我们竟然都讲到不同倍镜，那这边也来跟大家示范一下，那我们 0.5 倍、1倍、2倍或是5倍镜，我们可以去拍摄哪一些适合的照片呢？那首先呢，我们就先来讲到 0.5 倍。对，那 0.5 倍镜就是适合拍摄很宽大或是很深邃的这个地方。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所拍摄的观音山河景，淡水河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宽广的流域嘛，所以我们如果用一般的1倍镜、2倍镜或是5倍镜拍，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就这个东西它就有点被限缩起来了嘛，就非常适合使用 0.5 超广角背景来拍摄。那或者说大家可以看到我在国家图书馆拍摄的这个狭长的地方，那我们要为了展现出它的狭长感，所以我们这时候就可以把镜头开成超广角，那我们就可以拍到这种很边缘然后很深邃的这种感觉。好，那一倍镜的使用时机我们会怎么用呢？对，那一倍镜它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最接近肉眼所看到的东西嘛，所以就是你不需要去特别聚焦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非常适合用一倍镜。比如说一般正常视野范围的景色，比如说我们刚刚的观音山其实用一倍镜拍起来它就是还可以的，不会有那种开阔的感觉，但是它就是你一般肉眼所看到的感觉。对，那或者说我们一般的人像，我们人像拍摄的时候其实用一倍镜它是一个最保守最不会出错的一个方法。对，但是就像刚刚讲的，因为它跟肉眼看起来就是差不多了，所以你不会有那种很宽广或是很压缩的这种惊奇感。对，所以接着呢我们就来讲到二倍镜它可以有哪一些拍摄上面的应用吧。对，那首先二倍镜我自己最常使用的就是拍摄食物。对，大家可以看到最左边这个是一倍镜所拍摄的食物跟二倍镜拍摄的食物。虽然说我们都会拍到手嘛，但是大家有发现吗？你看一倍镜它所拍摄的这个碗它就有点太广，然后后面地板还有一些箱子的背景其实就被拍出来了。对，那你看二倍镜它相对来说就变得更聚焦一点。对，但不过个人最喜欢的还是三倍镜或是五倍镜，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背景的杂物它就被压缩起来，所以我们只会看到近距离范围的东西，不会拍到更多的杂物。对，那或者说我们刚刚讲的人像，对，那其实一倍镜二倍镜我们在人像的范围也可以看到一个很显著的差异。你看一倍镜我们可以拍摄出整个人没有错，但是附近就有很多的杂物，但是二倍镜大家有看到后面的山景跟河景它就更往前推了一点，这个人像它就更有聚焦的感觉。那接着最后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是16 Pro 所全新推出的五倍镜。对，那我们来看一下五倍镜可以怎么拍摄呢？那通常就是去拍摄一些远景，或是你要去特写一些非常细节的物品。实物照有分两种，一种是你摆盘很多，那这时候比较建议用二倍镜。那你如果是只有单一一个物体的话，大家可以看到一倍、二倍跟五倍的差别。大家有没有发现五倍镜它就来的聚焦的非常多？你看一倍镜我们看到路人，然后二倍镜我们看到红红的那个绳子。对，那五倍镜的话你看我们就完全看不到任何杂物，所以你要去特写一个很细节物品的时候非常推荐你使用五倍镜。对，那或是像我刚刚讲的人像，如果你要特别特写上半身的话，那我也非常推荐使用五倍镜。大家可以再看一下一倍镜、二倍镜跟五倍镜的这个差距。对，你看五倍镜它后面整个山景和河景因为它被压缩了更多嘛，所以你看它已经几乎整个是贴在我们的画面上面，所以我们就更看不到一些围墙啊或是一些杂草的画面。对，那你的人像看起来就会变得更加集中，背景变得更加细致。对，但是这种就是你真的是专注在拍摄人像的时候好用。对，但是如果你要注重背景的话，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二倍镜，可以拍到比较宽大的背景。好，那在第三个相机的教学呢，我们就要来教大家如何快速的拍照。对，拍照对大家来说可能都是一个蛮困扰的事情嘛，那其实我们这次就要善用这次全新推出的 Camera Control 来教大家一些设定方式以及快速开启的快捷键。对，那首先呢，大家在锁定画面的时候，你要拍照的时候，大家要切记就是 Camera Control 你要直接按两下，它就会结合打开萤幕然后再加上开启相机的功能。对，你看因为我们平常点一下 Camera Control 它只是把萤幕唤醒而已，它并不会马上打开，所以这边大家如果要快速进入相机的话，就记得特按两下，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开启我们的相机。那第二个快速使用相机的方法呢，我们就是可以善用 Camera Control 的人像模式。对，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以前人像模式就只能用手按，比如说一倍、两倍、三倍、五倍，我们就只能用手按，那我们没有办法很连续的去调整我们想要的倍率。对，那你看我们这时候可以使用 Camera Control 功能，然后我们就用滑动的方式去调整到我们随时想要的人像模式，比起你只能固定在三个焦距或是倍率来得好的非常多。这次不管是16还是16 Pro 它全部都没有三倍镜了。对，那我们这时候就可以使用 Camera Control 的人像模式，然后去强制开启我的三倍镜，那我们这样子就可以去拍出自己最想要焦距的人像模式了。那在第三个小诀窍的话，大家一定要学起来，就是大家不要觉得 Camera Control 这个按钮它只能在这个按钮上面滑动，其实我们荧幕上面也可以直接去控制这个 Camera Control。 所以比如说我们压一下之后，我们去调整模式，大家就不用这样子手一直滑来滑去，其实有时候手很酸嘛，我们可以运用另一只手或是用你的大拇指然后去上下滑动，同样你也可以去调整你 Camera Control 的模式。对，那当然你说我可能最常用的不是相机啊，那这时候 Camera Control 我们也可以到设定里面去调整，我们可以去调整成 IG 啊，或是一些扫描仪器，甚至是放大镜，甚至是 QR Code 的扫描器。对，你就可以去调整你最常使用的，比如说我是一个很常拍限动的人，那我就可以
直接把它调整成 Instagram 的选项。然后在设定当中呢，这边还有一个大家有看到吗？这我们可以去调整我们的按压速度，还有一个功能叫做点按滑动。那你看我们调整成滑动的时候，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快速去调整我们的倍率或是调整我们的滤镜了，我们就不需要再用力压一次然后去调整这个模式。其实我们在这样上面滑来滑去的时候，它就会侦测到你要去改变这个模式了。对，所以大家就可以去善用这一些快捷键，因为我自己觉得它的实体按压跟虚拟按压它这两个整合的没有很好，所以我有时候不小心虚拟按压的时候就按太用力就把它拍照拍下去。对，那如果你只使用单纯滑动的话，我觉得这样子对你操作 camera control 不同功能键其实效果是来得更好的。好，那接着我们开始拍照之后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讲一下 camera control 它有哪一些按钮了。对，那首先我们看到模式的部分，对，它这个模式有点好笑，它中文化它居然只做了一半。对，那后续 iOS 它是已经有更新啊，只是我在刚开始使用的时候，比如说它的 Zoom 它就是写 Zoom， 它的 Zoom 就直接写英文，然后曝光又写中文，对，它就是中英这样子穿插。对，那我们分别就可以去调整我们的曝光、我们的景深、我们的放大倍率。然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镜头种类。对，那镜头种类它这边的好处就是你不用担心你在夜拍模式的时候，比如说五倍镜它就会被锁起来，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这边去强制调整它的镜头倍率。那另外两个功能的话就是可以去调整风格，那风格的话我们会着重在下一部影片来告诉大家。那色调的话它这边主要是去调整你的对比度，它不能去调整颜色，那颜色的话主要要在风格里面去进行调整。好，那以上就是关于我们这一次 iPhone 16全系列的拍照教学啦。对，那希望大家学会这几个方法之后，你的运镜就可以变得更像电影机，你拍出的照片、拍出的食物可以变得更加有质感，更加的美味。那我们在下一部影片呢，就是我们非常重头戏，我们会教大家要如何去调色出蓝天照、夕阳照、雪地照、夜景照，还有一些室内人像跟非人像的照片，并且运用这个调色盘，然后去调整出我们最适合的模式。那大家就敬请期待啦。好，那你对这次 4K120 帧以及 Camera Control 有什么想法呢？那都欢迎在留言底下告诉我啦。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大家再见。